抵制洋节从我做起，黄维镇学校利用升旗仪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近年来，圣诞节等洋节在中小学生中盛行，一些青少年学生盲目跟风推崇洋节，这与学校开展爱国主义传统文化教育背道而驰。再加上今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5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也为了进一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12月24日，黄维镇中心学校利用周升旗仪式对学生进行了抵制洋节从我做起为主题的思想教育。升旗仪式上，4、3班学生进行了题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国旗下讲话。毛泽东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成为中国革命的点火者，在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是他走出了一条新路，点燃了星星之火。正是他领导中国人民重振山河，当家作主，也是因为他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要时刻铭记革命先辈的付出，好好学习，以实际行动向着奋进的目标前进。校长董学峰又进行了圣诞节是中国人的耻辱的讲话。他从中国屈辱的历史开始，告诉同学们所谓的圣诞节、平安夜、狂欢日的来历，也正是他带给了中国奇耻大辱。同时，董学峰进一步号召所有学生要铭记伟人毛泽东。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的诞辰日，只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铭记的日子。不忘国耻，砥砺前行。相信通过这样的教育，学生定会端正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能够正确对待一些外来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固步自封。